我现在在北京前门，这条路是前门东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是天安门了。旁边是大江胡同，穿过去就是前门大直街、步行街。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刘老根大舞台，就在这儿。然后呢，我现在好像已经听到了大舞台的演出的声音，今天是有演出。从这里一直到这边的那个高的建筑物啊，这一块都是刘老根大舞台的范围。旁边啊是一片高档的这个别墅区，这个别墅啊都是这个西洋式的建筑啊，西洋式的建筑风格，非常的豪华。这边就是刘老根大舞台休闲娱乐的厅啊，可以休闲娱乐住宿一体的。然后这边亮灯的部分就是大舞台演出的地方。今天有室外的演出，民间艺术二人转我已经听到音乐了。现在呢有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围观了，他们在看演出，感觉气氛非常的热烈，感觉有一些有这个过年的气氛的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别墅的区域还真长从这边一直到这边不知道属于谁的这个别墅啊，福字临门，看二人转抛绣球，狮子抛绣球了。他们在那个二楼打鼓的，看看好有过节的气氛啊，真热闹真热闹。大舞台中间的这个雕塑啊，就是根雕，整个树根雕成的，非常有艺术气息，看到了吗？有这个舞狮子，二人转的手绢，中间二楼的是小朋友，好，整个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看，两边舞狮，我们现在这就过去。我觉得这个曲子有点像哎呀哎嗨哟，哇，真的好棒，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要过去了，我要快走两步，非常的热闹啊。好，从人行道走过，刘老根大舞台，温馨提示，欢迎我们的到来。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售票处，在我的右下方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入场处，在我的左前方是老根山庄。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晚王老西将会在刘老根大舞台为大家做出精彩表演。马上演出开始，抓紧时间买票吧，拜拜。售票处在那儿。门票的价格最低是380，也有400多、500多、680，最高的是5880。不过380块钱的好像有大柱子挡住了，这个就有点看不太清楚了。所以要买超过380块钱门票的座位。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结束了。